和皇上一起坐相吗？为什么要写这份休妻书？我还能怎么想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驸马莫连城，温良贤书，勇谋兼具，深明大义，仗义直言。赏黄金千两，布匹十段，御器二十件，银器五对，文房四宝三套。钦此。莫连城接旨。 为什么要写这份休妻书？我还能怎么想？我一直告诉自己，你生病了，你什么都不记得，我不应该怪你。可是看到这些东西，我又回想，如果是他，他一定不会这么做。那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还不放手？ 放手就放手。剑心，只给我写一份东西。我写，快去呀！哦。 写什么？就写离婚协议书。写好了。你这写的是什么呀？我是要跟他离婚，是要休了那个莫连城。嗯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来写吧。 小谭，之前那个侧驸马吕范七出你都舍不得休他，怎么这一次谁舍不得了？让他看到这个，就明白什么叫悔不当初。可是要我说啊，我觉得那个侧驸马也只是嘴硬，但我看得出他对你还是在意的，在意。 在意会背着我，偷偷跑去见前女友，又是绣香囊，又是聊什么狗屁前史。等他恢复记忆，我让他知道什么叫肠子都要悔青了。去，拿给他，告诉他签完字，协议立刻生效。